看，已经可以直接摘了。这个看上去很爽的，兄弟们，今天又上山了，山上的玉米已经黄了，板栗听说也炸开了，今天多多少少摘两个看一下。他们这个板栗长在这个房子后面，顺着一个爬梯上去。这个现在是在房顶。桂花飘香板栗黄啊，这个板栗差不多黄了，就是带青的那点红，看已经可以直接摘了，长得还可以，不知道味道怎么样，待会打下来告一下。在这个房顶上摘板栗，摘的时候虽然扎的是手，踏错一步扎的就是心了。里面有个比较丰满的，我来告一下啥味道。还可以，清甜，就有点像那个中心，但是中心有点苦，这个就是纯粹的清甜。捡了一会儿，他们捡了这么多，能捡的捡了，现在来摇一下捡不到的。弄了这么多，树上还有，下次再来。这个看上去很爽的，看，很舒服的。这个拿来板栗烧鸡，然后拿来做糖炒板栗，味道巴适得很。今天下午一直摘，一直吃，现在已经吃饱了，马上准备去吃晚饭。